怎么回来了？我忘记拿资料了，顺便给你买了早餐。啊，我健身呢。那个人出现在你的世界才是意外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你就不能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？难道非得撞到南墙遍体鳞伤之后才肯回头吗？ 顾总，这个是林盛先生帮您点的水果，还有零食。今天点的吗？哦，不是，前几天林盛先生为您预定了易发购的包年服务，按时按点为您提供专属零食和水果，并制定出了整整一年的便利贴留言。辛苦你了，下去吧。 我一定好好工作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进来，顾总，这个是昨天的报表。好，今天盛总会来吗？没有来，正好要跟您说，盛总之前让我把这个企业宣传方案交给你。 这些照片什么时候拍的？这些啊，都是盛总亲自拍的，而且盛总啊还特意交代我们，千万别让您知道，怕影响您的工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等我敲定好内容再跟你说。好的，您先忙。 王总开的很快啊，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林总说笑了，你的能力在业内谁不知道啊？你能找我合作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我啊还巴不得多投点钱。林总在电商峰会这么盛大的场合发布凌霄计划，那时候肯定是万众瞩目的焦点。接下来就期待那位的表现。感谢信任，放心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是当然，合作愉快。 请问林总，听说NewWay在新的项目上已经取得融资，这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在 NewWay 还没有公布的一个项目上，第一轮融资就达到了10亿，当中包括物流、地产、互联网等数百兼容服务。NewWay新项目将会促进各方发展，而且我有绝对的信心，让股东们得到丰厚的回报。